哎，一个家庭如果能够常常出来运动，就像是大家一样，今天呢走出户外，扶老携幼全家人一起走上街头，为爱来一走，是何等美好的事啊！除了这个运动之外呢，哎，凯莉，你觉得一个家庭里面啊，除了运动之外，大家还可以在一起做什么样的幸福的事情吗？哎，常常呢，我看到何荣呢带着我的儿子呢一起去，不管是踢足球啊、打篮球，都觉得很棒。那我在家呢，常常就带着女儿一起唱歌啊，做劳作啊。我觉得哎，这种东西，才艺的活动啊，诗歌赞美的活动也非常的健康啊。哎，我好喜欢唱诗歌，每次当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唱诗歌的时候，总觉得那个爱的力量。在一起是哦，所以接下来当然呢，我们就希望让爱能够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走动。哎，我们来欢迎荣耀堂敬拜团他们带来的两首歌曲，第一首就是让爱走动，第二首是相信有爱就有奇迹。热烈掌声来欢迎荣耀堂的敬拜团。Thank you.
是你牵起我的手，你给我勇气。如果今天你别了前方路，我展翅高飞，你给我信心。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迹。挥动星星的翅膀，随着梦想起飞。一起来唱，相信有爱。相信有爱。手牵手一起走不孤寂，相信有爱就有奇迹。虽然逆着风，你给我勇气飞往那娇美之地。非常的感动。对，我想。